谢。希望同志能够理解一下，刚才这个姑娘说想跟我照个相，我再下去我就上不来了，你知道吧？全场6000多人不能等你照相。对，我的腿又短。谢谢，感谢大家。今天是7月1号。对。现在电视上应该是很精彩。嗯。应该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20年了。转眼间20年都过去了。对。我发了一篇微博，我说20年前我12岁。你可以不信啊。都32了。对，30多岁了。30多岁应该是正青春的时候。是啊。像我这个岁数过去了。正青春啊，能够跟大家在这儿一起聊，一起 happy， 是特别开心的事情。刚才二位李根还有史爱东，对，连说带唱多好，打快板，是下去休息一下啊，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2次出台。这个舞台呢，这钱都不够你挣的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出台呀？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哎，登台。因为大伙儿特别的喜欢相声。对了，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嗯，大姐你是刚来吗？还在找座。大姐刚来啊？第一段没有听到哈。哎，苏老师你家住哪儿啊？你多去玩去。我们家没准地方现在啊。是不是？可能是有事儿哈，刚来。堵车了，可能是。堵车堵到现在啊。要这干嘛去？你去哪儿啊？你要走啊？想起来了，今天电视上很精彩哈。姑娘你去哪儿？这是慢一点慢一点，这是姐弟俩、啊、是姐弟俩 啊上洗手间。对，好好带着弟弟，祝你们成功啊。多新鲜呢、这还有不成功的？这个我们哥俩再给您说一回。我看台底挺热呀，全扇着呢。7月1号，今天是6月初几的时间哈，正是热的时候，6月份特别热，而且这个场馆呢、可能空调系统不太好，他们也是为了省钱哈，不怎么开。你说这怎么办？总是喊退票，总是喊退票，没有一个有志气的，走啊，都走啊！你夸站起来，扭头就走，扭头就走，走啊！对，我给点个赞给你们，走走走，快点，站起来都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事，走3000人就凉快多了，吓死你们！你上来来。你上来，你上来，仗着你们人多是不是？吓不死我！哎，我错了。哎呦呵，干什么？硬气不硬气？像不像个爷们儿？我错了，怎么了？哎，您不跟你们较劲了。您等会儿，您都是爷，都是爷。您这话说的有问题啊！什么叫像不像个爷们儿啊？您就是爷们儿。对对，像不像个爷们儿？就是个爷们儿。对了，再热我们想办法让您不热。哎，对不对？拿我们精彩的节目一次的冲击你们，转移视线，让你们觉得开心就好了。哎，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没错。我问问敬爱的孙老师。什么叫敬爱？您别用这词儿啊。尊敬的孙老师，您客气。学啊，都能够学些什么？哟，那可学的多了。我听听。学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窠里蹦的。嗯。装个聋做个哑，学个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这全都能学。哎，都是学呀。天上飞的也能学。能学。学一个擦屁股纸。嘘。这，天，这怎么？恶心吧？地上跑的，擦屁股纸。你看这风小这回，你看这都是胡说八道。擦屁股纸学不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怎么还胡说呢？怎么又走一个？怎么回事？觉得恶心了？嘿，
长那么漂亮还。嘿。呵。哎呵。这两步走了、哎、这哨怎么吹了少女哈、啊、哎呀啊行了、啊、说你的吧会回来的、嗯、学嗯真正能学的啊您说说学个小曲小调啊嗯学个歌曲戏曲 啊, 啊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哎，装聋作哑都能这归我们学、嗯、你别说了别说了嗯，装聋作哑你会啊那怎么不会啊那怎么不会啊会啊聋子打岔哑不打手的都会啊聋子打岔哑不打手的你会会啊好今天当着亲爱的朋友的面啊咱们两个配合一回干嘛呀学一个聋子打岔哦不敢就是咱俩表演这聋子打岔啊那有什么不敢的要学这个聋子打岔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啊你好不好你同意了行行你同意了那要学聋子打岔你得是我二大爷是吧对那行那要学聋子打岔呢那我就得是你四爷爷有占便宜的嫌疑没有嫌疑纯占便宜废话你凭什么是我二大爷？我为什么是你二大爷呢？你凭什么呀？因为岁数大了啊、嗯，只有岁数大的人耳朵才沉。哦，他不是聋，是耳背。对，哦，我学这个耳背的人，我学这个打岔的人，哦、看咱俩谁表演的好。你上岁数啊，你学打岔那个。对，不是亲二大爷。哦，不是亲的。街坊辈儿练着那么喊。哦。你要喊不喊的没关系啊，你只要是不喊，怎么样？我还爱挑个理。哦，您还爱挑理？我这个聋是一阵一阵的。什么叫一阵一阵啊？聋的时候，天上过一飞机啊，我以为飞一个蚊子呢。嚯、哦，真静音。不聋的时候，天上过一个蚊子啊，我以为飞一个飞机呢。嚯、哦，一阵一阵的。是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就好比咱俩打见面了，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没问题。看看我这二大爷学的像不像？可以，可以，可以。这就开始。可以，开始，开始。我们得承认一下，他来这个上岁数人。咱看他学的像不像啊？这上岁数耳背，嚯！这身体都楼了，这个。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那姑娘看个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这岁数也就清清楚楚了。这人呐，嗯，上了岁数了。怎么呢什么都不好使了您还憋着什么好使啊昨晚上蹦迪去了哟把大胯还给你扭了我老臭不要脸的您说这招谁惹谁了得了见面大爷见面打招呼吧闲着没事大街上溜一溜您上哪儿去啊转一转没听见您上哪儿去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不见就是视而不见我哎，您上哪儿去啊瞧瞧瞧这还有个人呢对对对不瞧瞧这什么呀啊大黄这不狗名吗小黑没谁小黑那不还是狗吗二傻子呀二傻行就是他吧好歹人名二傻子、哦、是吧以后见二大爷理着点儿我这不理着呢吗二大爷把你抱大的哇好有力气呢你在二大爷脖子上拉过青屎知道吗现在也行啊甭瞪眼甭瞪眼我多瞪眼了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您赶上了我是你二大爷那管什么用啊那个我问你呢您上哪儿去大点声这声还小您你不知道二大爷岁数大了耳朵沉了、啊、对对对您上哪儿去大点声您上哪儿去大点声您上哪儿去大点声
位，你要把我急死啊！你能把我累死呀，我的二大爷呀！哎，哎，你等会儿啊，这句怎么听见了？就这么一阵儿的一阵儿的，趁听得见赶快问啊！您上哪儿去？什么？又过去了？大点声！这，我不喊了，行，占便宜一会儿你，我比划吧，就是您。身体怎么样、哦、你问我那老伴儿，你那大妈呀，你看见我拍哪儿你想起他了、哎、他蹦迪去了。哎呀啊，这一对臭不要脸的，这是广场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没问他，我问您身体怎么样了？啊，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我问他干嘛呀？他可不如你。他怎么了？成天偷鸡摸狗。哎呦，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呦呦，你说也不跟谁小呢，你说说。哎呀，行了，您呀，别生气，见面啊，我给您说说他，啊，跟你小的？跟我小的干嘛呀？你也干那个的？我没干那个，几年了？没那么回事儿。五年了都。五年了。自首去吧宝贝儿哦。不是，您听不见。明天就去法院呢。您听不准。明儿公审。这哪儿啊，这都是。哎呀。你偷人一裤衩啊。我。哎呦喂宝贝儿，你偷谁的裤衩你能穿呢？嘿。我这哪儿跟哪儿啊。裤衩里还有烟卷呢。我啊。没法抽啊，呀，多么的骚气啊。不是，您要这样我可急了啊。你还偷人一捆凉席呢。我生气了啊。明儿枪毙啊。我。不值当的。啊。老王八。你爸爸呀。哎。你爸爸比我小两岁，你得喊我二大爷。二大爷，哎，完事，妈合着就这句听得见啊，占便宜来了，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对，不学了，不学了啊，不学了，听不见啊，不学了，怎么着？打住了啊，不学了。为什么？合着怕挨打，你看了吗？为什么不学了？不学了，净占便宜。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学别的你会吗？学别的会啊。还会什么？哑巴打手势。哑巴打手势啊！咱俩配合一回。咱俩怎么着？学一个哑巴打手势。哦，聋哑人。哑巴打手势啊！您来这个哑巴，我来这哑。您让各位瞧，活脱肥哑巴。这玩意儿啊，肥哑巴还得跟您这么说啊？啊，我不来这哑巴。为什么？您想啊，前面我能说话还吃着亏呢。啊，我后边来一哑巴再不说话。这亏不得吃死啊。那怎么着呢？您来这哑巴。我来哑巴。哎，对，你来谁？嗯，我来这个哑巴的父亲。我就是你的哑父啊。你给我滚。我滚不过去。我讨厌讨厌。怎么了您这？你不行不行啊。不行，没有伦理关系了。那在你那儿怎么有啊？那我是我，你是你。人家嘿。哦，没有伦理关系。那哎，平辈儿怎么样？行，咱得就是住一个大院的朋友，兄弟，兄弟，多年不见。哎，对了，大街上偶遇，哎，玩伴，聊一聊天，可以。那我的这个哑语你懂不懂啊？哑语我懂啊，懂懂，我就是哑巴的翻译。那我考考你，哎，考考我，哑语啊，哑语啊，这是什么？这个，嗯，这是好啊，错误，怎么了？这手指头啊，这谁问你？不是哑语吗？好，好，这什么？这个，这不知道。好上加好。这落一块的好上加好。看这个，又嚯，这个小雨伞，不对，这什么呀？再猜猜。Stop。停。不对。这什么呀？顶好。您等会儿，这都是哑语吗？这是没有上过学的哑巴。您来哪儿的上过学的？上过学的哑巴，看这什么啊？哎，
这个合适吗？合适啊。那我说了啊，说，就是您就这个比划，就是上厕所就是没擦。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比划的吗？这什么？马桶盖。这个。下水眼儿。这个。蹲下。这个。站起来没擦。多脏你这玩意儿！你心里得有多阴暗呢？都是你们挤来的。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什么电影这么痛快？平原作战。我怎么没瞧出来啊？平啊，原是作战。哎呀，好，这谁瞧得明白呀、啊？总的来说，我的大概齐你是明白的、啊。是是是，咱们这就开始。好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是，你可记住了啊？哑巴有三直。啊，哑巴哪三直？眼直、心直。腿直哦，一会儿我一拍脑门是我就不能说话了，您就小哑巴了，我就进入角色了。好的，咱们这就开始大街偶遇，看谁表演的好。没问题，来，你一拍脑袋就小哑巴了，咱看这哑巴这三直啊。你怎么了？后边有狗追你似的。你他妈拦着我点啊你！我拦得住你吗？你跟得了疯牛病似的你。三只他腿直啊！您等会儿啊！人说这三只是活人，您这是死人诈尸了这是。你得像个活人知道吗你？再来。哎。哑巴。哎。哎，你什么演员这？各位都以为我错了吧？可不，你错了吗？哑巴不应该答应，对不对？对呀、啊。你见过大街上喊哑巴的吗？啊？哦不，哦不能哦，比划。他听不见，你跟他比划呀。哦，对对对对对，手语，对对对对。找不着座了。我记得好像你是第三排的姑娘。我印象好像也是第三排啊。印象好像还一个，你还一小孩呢，你弟弟呢？对、哦、弟弟呢？哦，孩子回来了啊。啊，回来了啊。那不管你姐姐。挺好，挺好。别废话，哑巴来吧，快点。姑娘，哑巴有三直。行了。啊。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怕他前面不知道啊。不用了，听不听不吃劲了。不好，不好过啊，减减肥吧、嗯、啊。嘴怎么这么碎到呢？你早晚你得哑了，我告诉你。俩哑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你不让比划吗？我是哑巴啊，你别不哑巴。我别，话不这话不对吧？我是哑巴，你就别说话了。我就别说，我没有说话，你也不能言语。我。咱俩下去吧。哎，这什么叫下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哑巴，我得说话。对呀、啊，没问题。来来来啊！哟，街坊小哑巴。哎，瞧瞧我是谁？仔细想想，我是谁？哎呀，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躲开！妈属猴的是怎么的？我。哎，我活着呢，哎，我，啊，哦，就他那时候我们俩打小长起来的，嗯，打小长，嗯，有点尴尬了，您说，就是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就是他越长越高，就我怎么长横了，就是嘛。嗯，打小啊，想起啊，他那意思是说呢，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分开不见面五六年了。哎，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
九年了。嗯，九年了。九年了。九年了。啊，嗯，九年啊。哦，哎，这九年是不是治起来蹦字儿了？怎么着？哎，对，九年了，九年了啊。哦，这哑巴见好，你看了吗？哦，嗯，九年了。啊，我们俩小时候啊，这说我小时候跟自爆过似的，他就说我小时候怕，啊，我小时候，我还是自爆过，就是我小时候我这腿就跟这房梁似的，嗯，小时候我这腰，哇，小时候我这腰就跟那水缸似的。小时候，我这胳膊，这小时候我这胳膊就跟那房柱似的。小时候，我这肩膀，就跟这八仙桌子似的。小时候，啊，我这脑袋，因为跟蒜似的。哎哎哎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就别比划了。这八仙桌子摆一肉丸子好看吗？啊？这脑袋大着点儿啊，大着点儿，哎，大大，改气球了，还吹呢，这，别拍了，这拍炸了，给这差不多，就，哎，对对，比你小腿有限是吧？啊，小时候靠我的脖子，跟线儿似的，耍流星呢，那脑袋这么大，这脖子这么细呀，啊，我棒棒糖成精了我。没有，这王口粗，他不是，哎，啊，小时候，啊，小时候胖，你就我都不好意思翻译了，他就是哑巴说，我小时候胖，长大的这瘦了，哑巴你可能是要瞎呀。对，你的眼睛也快哑了。就是他问我为什么瘦了是吧？因为长大了，说相声、穿大褂、唱快板，东跑西颠，累的，东跑西颠，累的。哎，东跑，哎对，好，东跑，对，西颠，回来。诈尸的是怎么了？这西颠都别学了你，哎呀，哎，对，穿大褂，说相声，哎，对，啊，对，唱快板，哟，我不行，比他们差远了，比他们差远，怎么着？你啊，你会啊？你我就纳闷，你长那个嘴了吗？你会你也唱不了。你别说，还真显出这本好来了。打得再好没用，唱不了。放下，糟蹋这玩意儿，我抽你！我告诉你啊，别唱了，这，那好听吗？那个，行，知道，行，其实也挺尴尬的，我们俩其实，啊，怎么了？啊。啊，这是我，这是我，啊，就是比我长一辈儿，嗯，啊，络腮胡子，大肚子，你那个轰猪呢是怎么着？这揉铁球，哎，你得给那鸟教坏了，这不是少鸟吗？你说这人不是吗？这我爸爸。你等一下，就是我说完这个名词以后呢，我就听见他们答应了，但我不管，因为你们能说话那是你们的权利。这问题什么？我怎么听见你也答应了呢？
你哑巴？我这说那是我爸爸，他这，哎，什么意思？你占我便宜是吧？哎，这哎。这 A 不是答应，是肯定的意思。那个哑巴，来，为了咱俩以后更好的相处呢，就是下次就是你啃我的，啊，就我父亲，啊。你问他呀，没了，没了，哦，他听不见，就是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别找，找什么找啊？谁说在那儿坐着呢？这，不是，这哪儿？这，不是在，就是死了，死了，就是。就是我父亲啊，就我父亲就是死了，就是我父亲啊，我父亲就、死了啊，怎么像车撞死的？没有，就死了，对，你看看，哑巴动心了吧？我爸爸对他最好，小叔。哎，我爸爸死了，你怎么哭儿啊？行，别哭了，行，打住，怎么说不哭就不哭了？什么玩意儿这个？感情挺丰富。好，这套话我不翻译没人听得明白，我告诉你。就说我父亲身体好，怎么就死了是吧？这喂，喂，这九年还留学了呢，我蹦外国字还外还的，就是身体好是吧？他就是脑淤血，脑淤血，脑淤血，闭了，没有，就是脑淤血，这边，那这边，不是，就脑淤血。大家好，乱枪打死的，你这等会儿不是就不明白是吧？来，瞧着啊，看见血管了吗？啊？我还等你告诉我呢，就好比吧，这是血管。哎，这灯太亮。哦，这儿呢，这是血管，看见没？血管哗哗哗流血，两个血往上流，经过心脏交叉流到这儿，血流到这儿，到这儿停住了，堵塞了，这脑子就明白吗？这血到这儿。我都替我爸爸冤得很，我告诉你。啊，对，鞋这往上涌，哎，哑巴，你有点享受了，哎，不，哎，没有，嘿，等会儿翻什么白眼儿啊？站着，谁告诉你爆了？你爸爸才开化了呢，没有，就是写到这儿就凝在这儿了，明白吧？堵塞了，到这就胀起来了，饱满一点，对，哎，不，没有，就到这儿，到这儿，嗯，嘣啊嘣，我爸爸死泡泡上了，你看，对，嘣，哎，我爸爸灵机一动死了，是怎么了？就这样的，就脑淤血，啊，对。哎，您这眼泪说来就来呀、啊！你在那不挺开心的吗？我看，
行啊。又怎么了？啊，我比我长一辈儿。哦，一脸褶子。啊，只有一发短儿。走这儿。我们家还一僵尸呢。你给我回来嘿。走道有点不利索，那个那我妈，嗯，对，哎，我妈没有，哎，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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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没有，我妈没有，哑巴，哑巴，蹦蹦什么蹦，蹦什么蹦，哦，这我没说这个，谁说这个，老两口子一个死法啊，没有，我拦你没拦住是怎么着？没非得避一个，哎，这干嘛吞蛋是怎么着呀？没有，就是我母亲，我母亲身体好，嗯，哎，就是，我说是都好，啊，不是，我妈给双排扣了，你说，就是，哎，这不，哎，不是，就是。我妈好，好上家好，身体顶好。哦，老太太好啊，没别的意思啊。没，好家伙，两口子一个死法。哎呀，啊，这是干嘛？哦，我这辈儿，哦，我这辈儿呢，岁数比我大。当兵的，哑巴，你再使使劲就说出来了。我粘数目字特别灵，你看了吗？你不就问这当兵的吗？这是我哥哥，我哥哥没有，我哥哥没有。哑巴，没有，哑巴。遗传呐，脑淤血遗传是怎么着啊？这玩意儿，谁说死法了？就我哥哥当兵那个身体好，好的都没边了。好，你这么问问我，没有这个，没有，跟你聊会儿天，我家破人亡了，我呢。送走仨了，这么会儿干嘛呢？怎么了？嗯，该我死了，估计是啊。怎么着？啊，我啊，我这辈儿比我岁数小，长头发，啊，扑粉儿，描眉，哎，对，这是蛐蛐儿，这描这么长干嘛呀？就这儿，哎，红嘴唇，哎，对，开了瓢了，这是，就这么大，哎，高跟鞋，放下，什么都表出来，你不就问这个吗？我妹妹，哑巴没有，哑巴，给我留一个，哥们儿家死不起了。跟你聊过天，我成孤儿了我。哎，瞧着我，嘿，长头发，没事啊 ，OK。好家伙，跟他聊天太危险了，属阎王爷的这个，真是。哎，嗯，啊，啊，长头发啊。哈哈，就是。我妹妹长头发，哈哈，当墩布用。你拿我妹妹墩地呢？啊啊！还有这心眼儿呢？我明白你那意思，你就是想找我妹妹，就是。演话剧，你怎么了？啊，长头发。
哦，你问是不是二月二？哦，哑巴，记错了。耳山，耳山，耳山。你说实话，你三十二，你他妈死不死啊你？没有，干嘛？我不跟你，没招没有干嘛？行，我明白，找我妹妹演电影去。啊，这什么意思？干嘛？这是我妹妹。干嘛？这是你。干嘛？哎，那个哑巴，你等会儿，别动，别动。你去哪儿留的学？这是哪是我妹啊？这是我妹妹哈，先包起来吧。天热也得包起来。这是你啊，再见。不远送啊。不是你要干嘛？结婚了吗？哎，这结婚了吗？我告诉你，哑巴，我妹妹就是结婚也得找个会说话的吧。我会说话。要去你的吧。